第13题，站在喇叭旁边的大熊，因为音浪太强，声音太大声，为了不让听力受损，所以拿出了市售的耳塞塞在耳朵中。请问这举动可以达到下列何种效果？我们晓得所谓的声音的大小声指的就是响度，响度就是声音的大小声，音量的大小，所以要让我们的声音变小声一点，就是要降低我们的响度。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这举动可以达到下列何种效果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降低响度。